We walked up to the base camp there.现在我到这儿呢，就是把这个瑞士团的那个登山的那个设备，还有他们的那个帐篷和这些全部都今天驮到5800，明天运到6500的。哦，现在这个团是哪儿的？瑞士团。瑞士的登山团。嗯，就是。一共有多少人？十几，二个嘛，十三个嘛，还有几个下班。哦，他们请的向导是下班。下班的。哦。嗯。哎。 我看你们那边还在准备，要怎么称重是为什么呢？怎么回事？因为他们那个在上面呢，就是路也不好走嘛。我们就是规定的，就是这个春季呢，就是牦牛一头牦牛呢是80斤。如果说不按这个重量称给牦牛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呀？因为它牦牛是不会说话的嘛。 它应该本来就是，把能驮到80斤，但我们人来让它飞200斤、300斤的话，它肯定不会说话嘛。它有的牦牛在上面会死的呢。嗯，我觉得这些牦牛最高能走到多高啊？6500。就最高就能。只能到6500，然后呢，6500从往上呢，就是用人力来运输的。哦。嗯。他们到6500的时候，可能就已经很慢了吧？ 肯定慢了，因为它的那地方6500的那个线路也是比较那个陡的，况且那个牦牛也在那地方适应不了，有那个高原反应的那种。是吧？嗯，牦牛一反应的话呢，它不喝水，光吃那个血嘛。哦。它头疼和光吃血不喝水。那时候就感觉它是。它是有反应。有反应的时候。哦。它胃槽也不吃嘛，然后慢慢的下来以后，它适应那个低海拔，然后再喝水，然后制造。 还有没有会那个走不好滚下来呀、摔死的有？有，这是经常性的哟。是吗？嗯。像这种季节呢，就是牦牛也是没有丰富的那个草料，只能从家里带回来的草料喂它们了。然后就是，它们也吃不饱，那种东西。然后在那地方体力不够嘛，也有这种摔死的东西。哦。嗯。哦、那这些牦牛真的挺可怜的。就是。牦牛也运输机的，我们有救下的。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走的，上面有石头，但是底下也有裂缝，万年的冰川的，然后出现小小的裂缝，裂缝这个牦牛跳下去，它生命都是没有大小的，我们还是必须要它这个也救下我们，所有的放弃今天建议这个6500的话，先不用建了，先把牦牛拖上来，就这样，这个牦牛也活下去了，就这种的感觉，那的人更不用说了，我们。